郑市长、王副市长，还有市政府各局处首长、各位同仁，还有府卫联络席的各位联络员，啊，各媒体先生小姐，大家早。那么今天我们的议事日程是总执行的第一天开始。今天总执行的有三位议员：李嘉欣议员、李林小凤议员以及陈丽丽议员。那么首先我们先请李嘉欣议员啊做总执行，那个40分钟，请开始，谢谢。好，谢谢主席哦，我们副议长、市长、我们副市长、我们市府的一级的局处市长哈、哦，各位媒体小姐先生，各位府卫联络人，各位工作同仁，大家早上大家好。好，市长，我想今天呢、啊，是我们105年哦，这个总执行的第一个哈、哦，我们两个的要创造双赢了、啊。中国人很讲求啊，吉利啊，后彩头，哦，所以今天我想我也送个，本来要弄个好彩头送给你，就临时找不到。我同样也希望说市长也能够提，等下我提出的问题啊，你也送个好彩头给本席，可以吗？好，给益座也是给杨梅。对对对，那当然我是为地方争取建设嘛，哈、哦。那首先要谈建设，我们就要谈到钱的问题。我想那天我们财政局，在工作报告的时候，我也跟欧局长讲，我说欧局长你请坐，我没有问你哈、哦。欧局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财政大臣了、啊、哈，过去他从李秀莲时代一直做到现在，那你也有非常的独到眼光，也特别把他留任下来。我想我对欧局长也非常敬重。我想当时啊，李秀莲副总统也是当时的李县长，那个时候我就针对财政部和财化不公，对我们的桃园啊非常不公，所以我们特别北上去找那个财政局长，当时我就把财政局长门关起来，把财政部长关在里面，没有答应我们就不出来。当时那个情境，我也找过李副总统到我们桃园中正机场搭帐篷睡帐篷抗议，也叫我们李副总统抗税。所以在这个20几年来，我们看了一直演变，包括从李副县长。包括我们朱立伦县许应生县长，包括朱立伦县长，包括吴志扬，包括郑市长你哈、哦，我想到今天呢、啊，我们还是看到，我们还是当小弟，还是当小三。我想市长，今天我最重要的问题，蔡英文总统上任到还没上任之前，选到总统，准总统的身份到高雄市。去了3趟啊，神奇当面没有给好脸色看，为了什么？过去陈吉也一直在为了这个他的财化不公，也在跟中央在一直要钱要不到。那好，今天市长，第一个当然我们恭喜蔡英文520要上任，520上任过了，那从中央到立院过半哦，到地方，我想那天我也跟欧局长讲，假如再次没有得到合理的答案，我想我会市长，我找你去跟中央啊再次包围他，再次用强烈要求，你敢吗？我想帮桃园市哦争取合理的这个统筹分配税的分配，这个是一定要走的方向。因为我们刚升格成第六都，那么旧的分配公司还没修改，那现在的情况是哦，老实讲是独后台北，那顶多加上新北，那桃园市要争取合理的财源才能建设。市长，我们比台南都还少，你知道吗？我们整体来说哈、哦，我们人口数200多，而且我凭你我们创税的业绩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跟你市长就叫你，那我们就抗税，我们税缴中央缴那么多，分配下来。如此，这几十年来如此的不公，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很多的案子，我让你了解。当然，我想说这个问题啊，你没有解决的一天啊，会对你后面的建设问题会有问题。
我请问市长，你去年叫什么年？去年你刚上任那个年叫什么？叫幸福年。这样你忘记了？你我第一个你体力好，年轻记忆好，我叫你三好，就你今天给我忘记了。去年你是幸福年，幸福年当中，我看到哈，无论你在三战福利也好，在生意津贴也好，在老人津贴也好，在托育中心也好，在你办理所有的福利政策啊，我想这里面当中啊，广设托婴照顾老人，这里去年了、啊，那你今年是什么年？今年是建设年。好的，对吧？那你就知道嘛，今年叫重大建设年。我不谈哈、哦，市长，我想我不谈我们桃园了哈、哦，无论我们台铁地下化，我不谈社会住宅，我不谈你的图书馆，私立图书馆，那这个几项重大者，我念一念就要几千亿啊，哦，将近2000多亿，我不谈这个啊、哦，那我就给你了解，你去年的福利政策确实市长，我想说让市民有感，也市民小确幸，我想这个我们肯定你一年的努力，但是今年到了我们重大建设年，所以为什么要谈财政的问题，研究在这里，当你要财政的时候，要建设的时候，就要用到钱嘛。所以我很担心，我们不是说市长你欧北开机，你就讲那哈。我那天也跟你讲，我很担心你不要，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大概我们一个市民的目前啊，我们这个财政啊，我们还是要背的八块板的，哎不，不用，不用哈，大概1万块以内，多少的？一万块以内，一万块以内的，是大概只有台北的大概1/8或1/9。哦，所以那个这样子算还 OK 了哈，但是那你今年、明年开始推动财政的话，我刚才讲的，我光要把细部念出来的话，还急，我就很担心了哈。那钱要怎么来？那好，我想市长，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以你的能力，我希望说你绝对要对我们总统大声讲，莫细声讲，哦，好，我大声大声的要，这个钱你将来你一条鞭嘛，好好讲话就家己人嘛，你这个钱你用不来。我相信新政府哦会照顾桃园市，因为我们桃园是最后一个升格为直辖市，那我们对台湾的贡献没有输给其他直辖市。工厂很多在桃园，污染在桃园，可是他公司在台北，缴税在台北，这对桃园很不公平。所以我想哈，未来的统筹分配税，我要宣示一个重要的原则：将来我们桃园市会主张说，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服务业产值这三项 GDP 指标要纳入全值。好，市长，我相信你讲得到，我也希望能做得到。你希望说蔡总统能够答应到这个计算公式，我们跟主计处跟财政部来好好来商量。我们当同事过，对那个时候到现在，经过几十年来，我虽然因为我们整个创税是在全国，当时也是在第二名了、啊。第二名。那今年可能因为整个大环境因素排到第三名，那还是1900多。都有前三名了。对嘛？还1900。那我们对我们来讲，财政给我们的话，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你看人口数你就知道啊，你光台南你看我们还是做小三嘛，还是小弟嘛，光台北跟新北市就要多少，你想想他原来的公司还没改，六都之内啊大约65%，那16县市35%，那这里面当中又台北市新北市分的，台北市像300多亿、啊、六都里面哦台北新北占了很大的比例，对嘛，所以对其他各都是不公平。那桃园第六都刚升的，财政划分的话，要谁？你也探几万，你也探几万，就给他就看谁啊？对，对，我想创，我想，而且创在市场，你讲的非常重点喽。所有的公司行号都设在台北，人讲谁给农博办给在五，是不是造成地方的污染源那么大？那我们的环境污染比较重，这个背带，所以。我过去也谈的，包括我们扩大工业区的污水问题，我们一直要求，就是要建设，就是要经费嘛。所以我希望说，市长，你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加杠，大声讲，去给我们蔡英文总统讲，
你来的时候，你假如没有答应我，我也不给你好脸色看，你也加了，你知道？你市长现在比较红了，这个，你知道吗？真的，我跟议员说明哈，内阁团队谁帮忙桃园就是我的朋友，那谁帮忙桃园呢？我就支持他。不帮忙就敌人了哈。不帮忙的话，我当然有方法跟他沟通啊。以后来就把赶出去桃园市，好吧？我想哈，桃园对台湾贡献很大，现在建设缺很多，所以因为我会高分被争取。520，我还是在这里要恭喜蔡总统哈，但是我还是希望郑市长你能够真的跟陈吉一样，从所有的全国媒体上面大声讲，你来的时候没有不没有送礼来的话，我就不会回你来，我就不给你民进法。你知道真的要讲，真的讲实在，今天在我们在这里，你整个我刚才讲的，立法你都已经过半了，中央到地方一条边，你都没办法争取到。那当时你在讲国民党怎么样，那我们都接受，那国民党没奖金了，当时钱争取不到，那现在就是不能讲公。民进党没奖金啊，一定会增加补助，是不是？一定会增加预算的。是啊，你在这里你就有非常有信心嘛。对啊，但是我想高分被争取哦，我仍然也是这个立场啊。好，接下来那你谈你的桃园市的白皮书，建设白皮书，那本席就在杨梅区建设白皮书。好，这个我想说，市长，我刚才讲的，你是非常的认真，而且勤跑下乡去访问了解，我想。杨梅整个建设，我那天在12期的报告当中啊，对，我那苦地我就空空了。我说啊，区长，李秀莲当县长的时候，人家讲说李县长，你重北轻南，你重海就轻山。那吴志扬一做到，骂吴志扬说你重南轻北，你重山轻海啊。我那天跟区长讲，哎，区长，现在我们政务站市长上来不一样喽，你看他又重山又重海。又重北又重南，就是列过我们杨梅，他马上起来就跟就啊没有了没有了，市长对我们很好，不会忘了杨梅啦。我当然杨梅会进步，我的意思嘛不是这问题啦，对啦，我是意思说希望他能够尽量争取预算，一直夹到安内吼。所以今天本局为了地方啊，我来跟我们市长讨论。事实上，我想说今天杨梅，尤其当然杨梅有很复杂的地域关系啊。有好几个交流道，我非常感谢前几天到五羊高速公路那个杨梅五羊也市长也亲自到，对，所以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市长，那也是要又要一笔经费来扩宽道路，对，所以市长，或者现在我们从第一个，所以我今天三不政策，对，希望你在你口中不要讲 no 不哦，看看想想看，请不要这样讲，这样讲我就翻头就回去，我就不直接啊。第一个老人会馆，老人会馆里面当中。包括埔心，包括杨梅，包括富冈，这个三个会馆，埔心区的现在建村地帮你找好了哈，我给你扯完，你等有空的话，你可以到建村来哈。我们这就在金融活动中心的隔壁，那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建村地，所以现在建村已经改造过了，放在方会，而且杂草丛生，那可以建多功能的那个馆。而且那里面包含了好几个里，埔心里啊，光华里啊，金融里啊，四维里啊，都可以用。所以在这个埔心地区啊，这个馆啊，一定要给我们的。那杨梅馆，市长你预计在永阳中心那个二楼还是一楼？一楼嘛。那二楼是做什么？二楼有做其他的那个设施，看是公托其他的设施。富冈目前有一个图书馆。也正在盖，对，那里面当中啊，因为可能交通的问题，现在这个富冈的老人活动中心，其实预计在哪里？我建议一下吧。好，我们现在富凤里的活动中心呢、啊，已经很老旧了，那广场很大，那也可以弄多功能的广场。我是建议啊，因为我现在市府规划不，这个三个会馆，其实你下乡的时候当场就答应说没问题了。对，目前跟李嘉欣议员说明哦，因为杨梅的土地其实蛮辽阔的，埔心、杨梅、富冈哦，其实蛮远的，所以我们杨梅不设一个老人会馆，我们设三个中小型的会馆。那现在杨梅的部分在永阳综合福利中心，那富冈是图书分馆，是因为它那个距离那个出入道路比较狭隘，它暂时确实可以做老人会馆的
部分使用。那普新就是照梨园的方案，对，找新的国宅用地来盖。那这个就 OK 了哈，哦，对，那因为时间上有限，但是至于要不要，你不要拖我时间，一直拖好。那体育运动公园，哦，体育运动公园现在也在办听证，对不对？对，快要征收了，快要征收。对，你预计在你这个任内，这个任内能够完成吗？体育，杨梅体育园区哈，我们今年也有编列了，除了土地征收款以外，有5000万的规划跟工程设计的费用，所以我们土地征收完毕哦，那么也即将展开那个规划的发包。我想哈，那现在先动工再说。哦，你现在几时要动工？看这个征收的时程哦，征收完毕之后，我们因为今年应该是规划案就可以，那个设计案就可以发包了，不是，应该是没有问题。是啊，我现在有答案了，我回去要跟我们市民交代，你今晚今天的为了花那么时间，市场还是要干，你几时动工？那个体育园区的部分哈的那个土地征收的完成的时间点，以及有设计标完成时间点，这两个时间点先让议员知道一下。那麦克风，局长没关系，你来说明一下。是市长还有报告李义柱哈，你就直接回答。杨梅体育园区的部分，我们是5月12号要召开第一次的公听会，5月12号召开第一次的公听会，然后7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第二次的公听会，预计在我们因为还要再报送这个相关的一个征收计划，所以土地的问题，土地征收，这是用一般征收，所以我们土地征收计划处会在明年的3月份我们整个会报送，然后明年三月份，土地的征收计划书，土地的征收计划书。好，你请坐，七六，明年三月，那可能要在你这个任内。没有，规划设计的费用已经有了，可以先做。OK， 好，规划设计先完成后哦，土地征收一核定，我们就发包。你说5月12号第一次公听会，是7月第二次，七月第二次哈、哦。对，那这样子啊，那个房代理局长这样子哦，两次公听会结束后要报土地征收计划书给内政部核定，我们时程再缩短，只要两场公听会完成后，意见没有没有不同意见就是缩短。我们正常的市场可以发挥，结果搞的市场都没办法。那个征收计划书哦，可以把它缩短作为时程。好，那第三项，我们阳明里活动中心，你刚趁我在主持会议的时候，你偷去看，结果第二天李明骂我骂死了，说你大家这个你有争取啊？对对，但是你市场现场没有讲哦。你现场没有讲到，那是第二场才有讲，帮我讲话，所以这个跟李议员郑重道歉。当天你在主持会议没有说明。今天我今天很多人在看我转播啊，到底你有没有帮我争取这个阳明活动中心呢、啊？跟李议员说明哈，阳明里这个活动中心要设在公园里面。那么李议员上次其实已经咨询过了，我有咨询过、啊，也定案了，大概100多坪的地基哦，那很快会完成。何时动工？几时完工？这个部分哈、哦，动工的时程让我们的民政局来说明一下，因为那一天勘察就定案了。好，那能快就要尽快。请问你就赶快回答我，几时在动工？现在是先做那个规划。又在评估？不是，它设计建筑设计要先做设计规划完毕才可以。你完工预计几时完工？我们现在4月15号刚好把这文才出去。那我们时间可能还会再跟公司。不是，你几时会完工？你预计几时会完工嘛？我们是郑市长任内，我就只要讲任内的对。因为今年的大概9月以前吧。9月以前动工是吗？不是，就设计完成。我说几十月会这样子，你也不设计完成。那你没有提成啊？那因为明年的预算，它是规定明年的预算。明年你有编预算吗？明年会编预算，明年要编，明年有编预算啊！明年要编、哦，你明年有编预算了、啊、哈。我想议员在乎的是时间呐、啊、哈。对的，9月设计完成，我不要再画个饼在那边。明年的第一季就要完成工程发包。对，那发包后，因为他这个案子还算单纯哈，好像是1、2楼的设计。对，那我想哈，在应该在350个左右的工作天应该就可以完成了、啊，300到350，所以应该是在明年底或后年初就可以完成。OK， 好，那这样你请坐。好，谢谢。那我们是啊，我们第四个，彭梅里多功能图书馆活动中心，我听说要动工了，要动工了是吧？但是因为以前哈、哦，我们建筑有变更设计过，我们从5楼降到3楼，
那以前有办过开工，所以我们大概会以开工说明会的方式哦，正式来。几时会开工说明会？我表定好像是五月十二号这样子。五月十二号。对。哦，在五月十二号你就建筑都已经全部设计完成，执照取得。那五月十二号是办一个开工说明会。那这个里面当中，整个设计变更都已经 OK 了。对对。那五月十二号就是要动工了是吗？没错没错。好，开工说明会。那就谢谢。那我们第六，对，这个立马去第五个，你有机场看过了？对，我们十一棒垒球场、篮球场、夜间照明设备运动场简易的，对。那到现在，你去看回来，到现在，来，我们请体育局说明，这个是一个简易比较简单的工程。是，跟一周报告，我们五月份哈、那个建筑师就会遴选出来哈、然后做规划设计，我们预计这个案子我们九月份就会动工，然后对，九月份会动工。现在李议员每一个都有写日期、我知道，啊，总共有四座。我就讲哈、我今天来，不是来办家家酒哈、我全部你，而且你要书面给我，到时候给我，而且我请各单位把这个我要追踪李嘉欣议员的建设白皮书哦、书面答询的时候把每一个的时程表列上来。七六，杨梅很可怜的、那是因为你到现场看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的棒垒球场，简易的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好的，这个文史刚好是自己去开发的，当时学校还不肯给人用，那后来沟通过后才给人用。我们那天后来市长知道，看到可怜杨梅人，可是市长就马上答应了。当天谢谢你，真的当李议员直接建议的、我就是不感谢市长嘛，我今天都带感恩的心来感谢你嘛，我没有什么，所以我希望说这个九月份动工，应该简易的可能不用很久，不用拖了五六年到十几年吧。没有，这个工程比较简单。好了，九月动工，十二月完工了。今天承诺的时间表按照时间表做。了解。好，那富冈，那个我就不讲哈、那已经有了。对。那双荣亲子馆，市长，我念一下好不好？好。你这个亲子馆的设置啊，是本来你的每一次一期设一处亲子馆哈。对。这个现在营运中，我看你的书面，中立、桃园、大园、八德，这个服务的人也16万人次。那里面现在新屋、龙潭、观音设置在代表会内，这里面就没有谈到杨梅。那你忽然间说杨梅在双荣盖个亲子馆，哇，我们很高兴，放鞭炮。现在那天有现场会刊，这地目好像又有问题啊。我来说明一下，来，原来杨梅亲子馆是要设在吉鲁站那边，但是后来发现那个地点并不是很妥当，对对，那不是，所以我想杨梅另外找个地方设亲子馆。那双荣的集会所，它是以儿童公园的名义来新建设施。那原来我已经在去年哈、把两个市长的意思多一个亲子馆给我们，他是用亲子馆的名义新建的。那但是呢，我现在还是跟议员说明一下，我们来解决。因为我去年请教育局框列了2800万的预算要盖，但是教育局是说像这种幼儿园的设施哦，要有营运计划，所以希望改成用社会局来主责啦哈。那我有请我们的市政府内部先把主责单位先敲定。那原则上不管用哪个名义新建，就是要给双荣里来做集会所使用。那因为预算本来是确实已经框好了，去年就框好了，跨了。因为那边都没有设施，那边几乎都没设施。平镇、中立、杨梅没有半个。那附近的设施特别少。对啊，我知道。双荣、新荣两隔壁，连投票所都要到处借。对，没错。这次先去借一个住宅区，下次先去又借一个住宅区，那不借你要从露天来投票。所以我想说这个这一题我地方是非常的重要。我特别请我们的社会局跟教育局协调好后，把我们的双荣集会所的方案特别跟李嘉欣议员来报告。那用地的合法性没有问题，我们都发局已经协助解决了。那现在只是说用什么名义新建会比较妥当。好，那个提成呢？提成几时？我想这样子，方案吼，我们在你看了，至少你也看了那么多次、那个，因为 我那天打电话给你啊。我们协调出一个，因为预算是放在教育局啦，所以我现在可能要协调一个新的方案。那我在两个礼拜内把双荣集会所的规划案送给您参考，包括它的时程表。两个礼拜？对。那这两个礼拜是几号啊？今天二号，
对，两个礼拜内，因为我想只是要确定哪一个组织单位。好，五月底把那个双龙集会所的基本规划送给李议员参考。好，两位局长请坐。哦，那是啊，这个就是对于不是我，对蔡英文总统，对你这是蔡总统的政见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又是青创园区。对。又是矽谷，又是青创园区，也是亚洲矽谷计划。亚洲矽谷这计划，对。其六，这个520上任应该没问题了。有没有定案？这个案子找个时间现场开来，可以吗？这个案子哈是写在蔡总统的竞选白皮书里面。我知道。那它叫做亚洲矽谷计划的那个幼师国际青年创业村。那这个土地您最了解，是那个旧的农民化工厂的基地。农民化工厂，嗯。那当年哈，这种传统产业没办法生存，那这里如果能够成为青创中心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是。那目前哈，财政部跟土地是财政部的，他也同意我们规划。那经济部对于哦转型成为国际青年创业村也都支持。那系部的部分，我是不是请那个张局长先说明？这个那么大现场他没办法讲了。那个蔡总统的政见，你叫局长讲，局长还有他们。那我想这样子的，你就说这个青创园区一定会做就对了嘛，一定会做，好，一定会做。后来我就打过，我就没有提成哈。好，我就这个可不可以等那个新的经济部长上任后，我再来安排现场的勘查。那我们扩大污水处理厂哦，当然哦，这个是大麻烦。我们局长上任来说很积极去看，这段时间我看局长又不算一个多余哈。我想这个局长有跟我讲非常清楚，土地由我们市政府出。建设硬体、软体都由中央来出，这个要市长。我刚才讲的520上任过后，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过去我不爱火力，你不爱走力，他两个推来推去，互推皮球。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影响到，不是说只有影响到杨梅新屋啊，还有社子溪的这个整条社子溪的污染。我当时就讲，一而死，而鸟已飞。这个东西祸害子孙啊，这个不处理，沿岸的将近千亩良田，灌溉水、饮用水、地下水通通用，这个社子溪从这里下去到新屋90%都是良田呢，不是只有杨梅，而且种的稻米、种的青菜、种的蔬果不是杨梅人吃的，这运销全国、运销世界去啊，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六，你离开笑脸，我说真的，一定要拿出你的魄力来。这个不解决一天了、啊，我绝对，我从李秀莲时代到现在也一直讲到现在，对，但是还没有办法有解决。我在这里拜托市长，以你的魄力，我希望说这个工业区一定要做，这没有做，我要讲的不是今天打个话送你啊，我今天来还爽一下，这个对于我们的子孙，不是我们自己带哦。子子孙孙影响到，其六，这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就朝向着地方政府找土地，中央来新建污水处理厂，把杨梅又是扩大工业区的污染问题解决，一定要解决，保护那个整个社子溪流域的用水的安全。因为目前这个工业区比经济部的工业区还大，人口数还多，实际上工厂比较多了。对啊，而且旁边周遭，我上个礼拜也特别私底下有跟市长反映。周遭土地都受到污染，对，你说要跟局长反映一下。我刚刚局长还没进来，我跟他讲，我市长也特别交代，麻烦一下评估旁边全部受到污染，白萝卜种起来拔起来变黑萝卜，你看那有多么严重啊！所以我想说，这问题生态问题也好，将来反扑到人类最倒霉反扑到的还是人类嘛，还是我们嘛？对的，哦，所以我想说，我会请那个工业局跟我们市政府来协商哈。是否有可能把扩大工业区有周边一起报编，那取得污水处理厂的用地？那因为这个地区呢，不可能没有污水处理厂，永远都没有。对嘛？哦，是啊。第一个，我感谢你哈、哦。这个九大题目，谢谢市长送的大礼，我感觉好彩头啊、哦。那今天我也从头到尾，我要嘛欧罗力啊，我体力叫紧紧的嘛，笑脸又记忆好，我叫欧罗力。所以我说第一天第一个之前，我送个好彩头给你。那你今天送了九道菜给我，也送个好彩头给我，让我弄了哈。
这九个方向都是要做的。Okay 了哦、我讲、嗯、我讲，本席要的经费也没有不正当了，也没有跟你施压了哈、哦。就你非常乐意建设我们杨梅机场哈。杨梅哈，除了这九大，杨梅真的平昌机场真的很可怜了、啊。这个九大建设以外哈、哦，孝全路匝道明年六月会完工。我们杨梅捷运也不到，地下铁也不到，什么都不到。孝全路匝道哈、哦，让五羊高架桥可以下来杨梅，明年六月会完工。我知道，道路也会拓宽。然后呢，杨梅的水资源系统哦。应该很快的会动工了，那这个也让杨梅有下水道。我另外再额外提一道题目给，是啊，前几天到亲子公园，杨梅亲子公园你看过了，亲子公园那个公园非常漂亮，对对对，哦，那设置区也非常，沿岸也非常漂亮，也有它的历史的痕迹。那我跟市长讲，是不能够延续上去？我们就台一线到环东路那一种。朱立长，昨天晚上11:30。打给我说，那明天总咨询你要跟市长讲，市长有答应我。好，那今天市长我也同样一样，拜托市长，那整条河岸坐上去哦，是非常棒的一个，也让杨梅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可以沿岸步道坐步道坐上去。老坑溪在台一线到环东路那一段、啊，对、啊，那一段还没做啦。对对对对对，你已经做了那么完善，你做那么水务局已经勘察过了哦，我们请水务局再把它勘察确定。那你的期程，你的时间，一定要给本席。一定要，今天我讲的我都要追踪。今天我跟市长，希望市长能够今天送我好彩头。第一个啊，执行的，希望市长能够啊，这样你要听到，你不要等他回去。我没有在里面当中，我有额外题目哦，三千要不要挂送顺便送一下，就我要追踪十个建设了，好不好？啊，那市长谢谢你，请坐哦。我们请水务局哈、哦、把老坑溪哦。从台一线到环东路这一段的先行规划，好是啊，那确实少了一段。好，那我就再跟你探讨，这样子做，我再探讨一个问题。好，谢谢。你下乡访问的非常多的里，也所有的里你都访问过，里长也跟你反映了很多问题，但是其实有些代志哦，你不了解。我希望说你将来下乡访问的时候，你要答应一个里长或答应的事，你要思考一下。因为那问题很复杂，现在里办公处跟集会所，本席你说要拨到区公所，本席都没意见了、啊。但是那个问题很复杂，过去在杨梅啊都没有这个问题，桃园市产生问题，甚至杨梅有一个里有问题了哈、哦。现在其他的各区也发生问题，但是你下乡访问的时候说这个收回来，通通给区公所去管理。七公所没摘掉，我其实我绝对跟你没摘掉。为什么？这里面有复杂性，有多复杂？不是你其实在光能顾问就算。我当理事长到现在还当理事长，那个管理啊，里面当中设备的管理，所以影响里面有像我放的几位排舞班、歌唱班、舞蹈班，还有很多班在那边。那礼上要用 OK 没问题嘛？因为我理长我一直要做发展协会理事长，他都不肯做，我拜托他做，他不做。都没问题，但是管理给区公所管理的话，那里面将来会变废墟。你今天谁要扫地、扫厕所，谁去管理？今天所有的谁去开门？这问题要有明定确定。好，我来跟你答应的不是你答应人家说这个通通交给区公所管理，区公所那我摘掉了。我跟李议员说明哈，按照规定哈，所有的里集会所或者社区活动中心都是由区公所管理。但区公所可以委由里办公室或社区发展协会代管，所以这里面是有弹性的，可以因地制宜。你用也没关系，你办公室用没关系，社区发展协会用那么要紧，对啊。但是管理人要明确，而且这里面当中设备很多嘛，那音响里面一套就几十万，那像我们这几十年经营下来，里面设备非常多，甚至我们有那个老人在那边活动的东西，器材东西很多。那一夜之间别人脱光光可以啊，所以我们的管理非常严谨的。所以你原则上各区公所管理，所以你那个你那些，其实我这边对下面问题才重要了。好，因为你们现在办公室的租任办法非常非常严的、啊，只要有活动中心他都不能租用。其实这个要放宽了、啊、，OK， 只要放宽嘛，就是在这一点了。这一点里长他们就会接受，因为他们你那个20000块又给他，又不可能不办不好嘛，你骗人嘛，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那活动中心，那你要开里民大会，你要接，我们胆敢不接吗？不会嘛，
我们一定要这样使用办法弄出来，大家都照样通的。但是这个办法是因为里上有活动中心，你就不给他租，所以里长每打开都名吵吵，骂都要半死，办公室都没有。好，这一题其实民政局有打算因为去年是试办，试办以后当然试办的时候没有全面开放，没有错。那我们请民政局参考今年去年办理的经验，这是所有的，好不好？已经可以租用了。这个所有是你下乡访问的，没关系。那个请汤局长说明一下。我来说明一下。报告一座，那个现在里长要租用那个办公里办公的场所，现在已经可以租用，有确实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租用就可以。可以使用到里基层的费用20000块额度内。不是，你不敢用啊，不要租啊。可以嘛，现在已经准了，有检讨放宽了。这样子哈，这样子啊，如果有检讨放宽新的办法也要给里长周知了，好不好？发文出去了，已经发文出去了。OK， 好。恰姐，谢谢你哈，恰姐，你帮很多里长已经争取到这项福利了。我说真的，这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啊。谢谢，谢谢。会后你这样，你要把这个所有公文给本席哈。我要看你到底是跟我是，我会追踪。好，请坐。那环保局长，我想刚才你听到本席语重心长跟市长探讨我们幼师扩大工业区的问题啊。我想当然，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稽查队啊。你想看，本席受到最大的冤枉、最大的侮辱、最大的委屈也在这里，因为他就在本选区当中。那个时候，好多的选民感觉怀疑我在这个搞鬼，或者这个后来我还开了记者会，把市民所有找过来，在我们议会开记者会，受尽委屈啊。但是经过你稽查队非常是，你叫什么秃鹰队是吧？猫头鹰队，猫头鹰专，猫头鹰专的，利用晚上潜到水沟，结果三家工厂被你搞到倒掉。他离开了，那个水就还原了，就没有错，非常感谢。当然现在工业区里面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比核能核子炸弹一样恐怖的东西，跟 RCA 同类的东西，到现在环保署已经过程中全部文字在编，我不想，不是说你隐瞒我，有几个局长到现在都隐瞒我，我不是那么认真地追踪，今天这个事情不会透明化，不会公开化。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任他把这个那么完整的资料，环保署，我们现在一共有几个监测井，嘉发的，嘉发，我点名了，是嘉发有，对啊，是，它里面的污染，它的性质怎么会跟 RCA 同类？我吓死掉，我们污染到那么严重，我不晓得，它是三氯乙烯的污染。是嘛齁，是这样对不对？对，那现在要怎么如何处理呢？是嘉发、这个、嘉发公司回答我怎么样？局长，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哇，你日本公司我不晓得你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个你可以把赶出去啊，他到底是哪一家公司？他们设厂在台湾都要遵守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他有五家工厂扩大到现在，我们也没有那个，对，你看污染了几次，我也跟你举报了，是现在他又买个大函馆，我也跟主任讲，我也跟稽查队讲，居民又开始检举他拖下，利用下雨天拖排污水，那么严重的问题，而且他，你刚才讲的三氯乙烯是吗？三氯乙烯，对吧？你想看，七六，你想的嘉发公司现在在我们扩大五大厂，我刚才讲的，我在这里不是随便骗人说，随便污蔑他，局长答得非常清清楚楚，而且这个我追踪很久，今天才揭发他的案子，你看这是环保署。厚厚的监控他的，我们都不晓得啊。那因为这个有人密报跟我讲说，嘉发公司里面都是水灌到里面去，结果整个工业区受到污染，现在连扩大到工业区那边，扩大到工业区那边，现在饮用水也出问题，饮用水也不能喝了。那饮用水可以喝吗？跟一桌报告哈，我们会，因为它是地下水已经超标嘛哈，对啊，所以我们会把它地下水污染管制区，我们会公告。好，这样你知道，我就是啊，对，像这个样污染地方的公司啊，身为民意代表是在无奈，我们不能拿，除了用去人民的力量去反击它，我们去的时候
他放风声说：“哦，你看这民代表又来勒索我们了。”我们不敢去啊，一去到他又说我们恐吓他，又说我们污染。但是确实，地长现在答复，是啊，你在我那么严重的东西，啊，只要一百年后可能还不能用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市民怎么办？两手一摊，等死。第六，像这种恶性重大的污染事件哈，那么环保署要跟环保局都会从重处罚。那如果说哈公告哈，也要让居民有知的权利。是啊，我想说，环保局，我刚才讲的，他接手就机场接手过后，到现在是非常积极。我们知道，没错。但当时到现在不是现在的问题了，但是我希望局长，我这么几个希望局长，我们现在非常谢谢那天市长有去我们南区有成立的稽查科。现在我们以前打电话，你们知道他关掉了，找不到啊。那现在杨梅成立一个中队，我非常谢谢市长，而且将来我们打电话很快就到。那市长这个要谢谢。好，谢谢。时间到，请坐。那么我们先中场休息20分钟哈，10:40我们准时由李林小凤总执行哈。好，休息。
好，大家请就坐，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李林小凤议员提出总质询40分，请开始，谢谢。好，谢谢主席啊、哦，市长，还有我们各部会啊，我们所有的一级主管，还有我们所有的媒体先生们啊、哦，大家早安啊。市长，我前面放两个，好、哦，黑龙顺狗呆，好、哦、啊，我想市长哦，你在巴德出生哦，你应该非常清楚哦。那个有一个蓝色把手跟绿色把手的、哦，你看一下哪一个是我们台湾狗呆？这个狗呆是蓝色这个。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很好记嘛哈，很好看得出来。它尾巴有一个瞪着音呐、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市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哦，因为哦，市长你上任以来啊、哦，对，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的市民哦。都感受得到说市长啊你所给予的这个福利，全民的这个大街小巷的道路的整个一个家风重铺柏油，也让市民呢、啊、对市长是赞誉有加了啊。那市长对这个市民的这个民生还有这个建设的这个重视啊，但是问题是啊，对这个生态保育的部分啊，我想这不是很多政治人物啊他们会去关心的，还有呢民众也没有兴趣，因为它本身没有这个经济价值。那在台湾的这个原生种里面呢、啊，在老一辈啊、哦，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井里面呢、啊，水沟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台湾狗呆，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在那个可以净植这个水质、啊、水质净化，对，水质净化。那有很多年轻的7年级跟8年级啊，他们未必啊看过，连听可能也没有听过。那我是觉得说。是因为啊、哦，目前我们的农药了，还有污染啊、哦，让他们呢、哦、渐渐的这个消失啊，灭种。那以前呢、哦，我们的台语歌啊、哦，叫做塞巴猴。好，那塞巴猴，我想市长能不能唱两句一下？咨询可以不必唱歌了，不过塞巴猴我知啦。啊，你知了哈、哦，好啦。嗯、那它的用，它里面的用意就是说，这里鸡拉鱼被炒破嘛。啊，狗呆兄要拍锣鼓，哈，啊，媒人婆就是迄、那、啰、個，偷沙兽，哈、哦，这个是把它这个拟人化了。但是问题是说，哈、哦，它虽然是拟人化哦，它的整个这个用这个鱼类啦，还有它的一些生态的哈、哦，来去做这个拟人化，我觉得让我们感受到说非常的感动。好、哦，为什么感动呢？因为哈、哦，这是以前的这个乡土的这个整个一个情形跟情节了、哦，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好像都已经找不到这样子的这种的情节出来了啊、哦。那是不是说，市长，我们为了啊、哦，我们桃园有很多的这样的原生种，那我是不是说，能不能请市长啊、哦，我们共同来珍惜啊、哦，这个面临这个这个珍贵的原生种它的生存的危机了啊、哦。在今年的4月份哦，我在大南市场哦买菜的时候，那我先生哦。他就意外发现到有一位这个长辈啊、哦，他只有一盆的这个狗呆，那一盆的狗呆里面呢，有八尾，啊，我们全部都把它买下来了。啊，我就觉得我很好奇，我就问我先生说，哎、欸，为什么把这八尾这里这什么鱼啊？这干嘛遐尼好食？啊，不然哪会规个拢背起来？好，因为我也不曾听过狗呆了哈，因为我在眷村长大的。然后我先生他就跟我讲。就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些意思，他通通全部给我讲出来。然后我先生说，他要把这些狗呆全部买回去，哈、嗯哦，就是要让它繁殖，然后让它富裕。那，我是问那个老阿伯，我说阿伯，阿、啊、你这是为倒位哈绑起来？伊讲吼，伫咱的背的迄个鼻仔内底。好，我说哈，背的鼻仔内底，阿哥他绑这台湾的狗呆，表示那个溜齿啊、哦、没有被破坏。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哦，我是希望说市长上任以来哈、哦，你做了这么多、哦，那针对这个、嗯、我们要如何来拯救这类狗呆下这个，希望说市长哦，第一个我们要先怎么样认识原生种台湾狗呆，然后呢选择这个物种的、哦、怎么样适合啊、哦、来去做这个栖地，还有我们要如何的跨局处啊来整合这个计划。让台湾的原生种啊变成地方的特色跟产业，我相信市长你一定会非常赞成的、啊、哦。我先谢谢小凤议员哈、哦。那刚才讲的这类狗呆啦哈、哦，那我看了一下资料，它是原生物种七星鲤啦哈、哦。对。那这类
压线的过去足济，好，以前在我们的那个六池，好，在我们的溪流里面都有。啊，小时候我也抓过钩呆。你有抓过钩呆？对，要抓的不小心钩呆跑掉，抓到水蛇。那因为那个钩呆的样子很好认呐，哈。对。它是尾巴有个浮水印，有个圆月的一个月斑的形状，哈。那我们桃园哦，其实这些原生物种应该也很多。嗯。那我们皮塘公园里面也有很多原生的水草跟昆虫，还有鸟类、鱼类。那像我们在杨梅的高龙地区，也有一个台北树蛙的野生动物保育区，1.多公顷。嗯。我想哈，我们的这些六池总共有大概2851口。嗯。那这些六池哦，像巴德还有243口。对。那我想哈，这些六池有的会有灌溉功能，有的没有。那如果适当的污染整治之后，它就是很好的生态公园。那这个生态公园应该是可以做物种调查。对。那把这些原生的物种哈，不只是狗呆哈，各种原生物种能够留下来的话，让大家看得到哈，这个是我们台湾农村生态这个部分哈，不一定要考虑什么经济价值啦，这要考虑到的是我们的生态价值。嗯。这个我想这工作哈，谢谢议员的提醒哦，这工作其实很重要。那么中央哈，林务局的保育科，还有我们地方政府的农业局哦，它也有保育单位，那希望保育工作也能够成为我们的重要的市政工作。其实市长不仅是狗呆了哈，像实际上我印了这么多哈，这些通都是属于这种这外种的了哈。你像这个很大只都外种的。对对，这个就是这个你知道什么吗？这个就是泰国狗呆了。泰国狗呆。嘿，对。是叫鱼虎吗？还是没有鱼虎的是这个。哦，好。哎，鱼虎的是、这个、鱼虎是隔壁那个。哎，对，好。然后像这个的话呢，是叫做斑鲤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应该要列入这个育护了哈。为什么知道吗？这个叫做盖斑斗鱼。哦，好好，盖斑斗鱼啊，温刀就这了，好啊，这个一般人叫做三斑。三斑啊啦。对哦，对哦，对哦。啊，那个班里那个叫磊孙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哎，市长你都还蛮清楚的了啊、哦。好，那我想哈、哦，这就不用逐一一翻了。那我刚刚市长你也讲得很清楚了、哦。那我也是希望说哈、哦，市长，我是希望说我们巴德了哈、哦，以巴德来讲，你刚刚讲说有200多个的这个坯塘了哈、哦。对。那么多的坯塘里面呢，我是希望每一个坯塘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态。好，那我是希望这个泰国狗呆哈，因为它会把所有的鱼种啊全部通通吃光光，这是真是破坏生态了。局长你也非常清楚嘛，农业局长，对吗？对。好，所以说我是觉得说，像这种外来种会侵入原生的哈，是不是说要如何的把它们分离呀、啊？好，那当我们的这个原生种哈能够持续的。这个一直不断的这个生育啊、哦，然后呢，让每一个坯塘呢都有不同的一个生态。那就好像市长你也非常清楚，像那里北楼里啊，北楼里有下面叫做北楼，因为长期以来拢是一挂这就这迄落北林溪，北林溪嘿，伫迄边遐嘛，好、哦，所以说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区块，我们能够找出它原来的这种整个一个乡土跟它的地景。我觉得真正的地景艺术啊，应该就是。由原生哦来引发出来的，而不是说拿一个大气球，然后放在那边，然后就叫做一个地景，然后地景用完了之后，那个气球也破了，我觉得这个是浪费公帑。市长，我想你非常明白我们要如何的来创造，好，在我们的每一个区块呢，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态的一个，不仅是公园，然后溜池也是一样，好不好？所以生态富裕哦，真的是需要花时间。那污染整治以外，这些原生物种的保存呐，哈，还有外来物种的部分哦，因为很多都是弃养或放生造成的。那这几年其实有很多人发现哦，这些外来物种好像已经取代掉原生物种了。对，没错。那我想未来环保那个我们的农业局哦，在这个很多呢放生的那些推广的时候，就是说放生必须要，如果你专门养东西来放生或
买外来物种来放生，这根本就是破坏生态。对， 对，这样的放生其实对于整个生态平衡没有任何帮助。而且市长，我是觉得说，像我们各种的那个皮糖转化哈，富裕啊，而且我们还可以连接教育，为什么呢？我相信哦，很多小孩子哦，从来也没看过什么叫做国呆，什么叫做三班，好，那这个的话，我们如果说每一个池塘它这样子做一个特色出来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请那个校长或是老师带孩子们哦，来去直接就是在地，好，来做一个这个辨识跟一个认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地方上的一个特色，像这个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巴德的特色。那我们呢，在这个官旅的部分呢，可以加强的宣导，好，而不是说只有特色只有一种，就是美食而已。好，我觉得这种生态的富裕啊，对，不仅是巴德啦，我想每一个区块只要是有农村的地方哈，我觉得这个都应该可以给他重视啊。好，我想哈，那个这个是很有价值的咨询哦。那我们的那个皮糖哈，跟我们皮糖其实是保留有这个百年传统。对。那这些皮糖过去的这50年哈，是因为有很多工业污染跟这个土壤污染，所以造成了说生态被破坏掉。那如果皮糖能够适当的整治，其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那也确实可以保留有很多的这个物种在里面。那其实我们皮塘公园哈，像青塘园，我们也建了一个生态教室。那生态教室也可以做环保教育，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哦认识到我们的这个所居住的环境，这些原生的哦动物、植物、水草、鸟兽这些相关的这些东西。那我是觉得每一个皮塘公园都有它发展的价值啦。当然，皮塘的公园的一些装置哦，也可以尽量采取原生的方式装置，对，不一定说都是做一些外来装置，好，它也许可以结合原来的特色。市长，我蛮反对的了哦，是有一点哦，就是说当初这个巴德扩大在开发的时候哈，那我先生哦，他就发觉到那个巴德国中对面哦有一个湿地，那个湿地哦就有一个那个南宫黑啊魔鬼道，嗯，那个局长，人生总啊。稻子的延伸种，对，稻子的延伸种。但是问题是，将这个稻子的延伸种哈，把它拿到这个农委会那边来去做富裕。好，但是问题是说，这样一拿走之后，哎，我们这边就变没有特色了耶。对对。好，我是觉得说，是不是改变方式啊？好，既然他这边湿地有这样子这么可贵的一个稻子的延伸种，我们是不是应该，因为这个是从日据时代留下来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在这块土地上，因为它既然在这边生可以在那边生长这么久，那是不是应该将这个区块哈来特别标示出来，而不是说把它移走然后去富裕，那它富裕的最后的成果没有人知道，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那个原生稻在巴德发现哦是好事，对，那当时应该是没有处理得很好，我们请那个农业局跟我们农业改良所厂哈来看看这个巴德的原生稻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区域哈可以让它种植，那这个也变成是一个我们生态教育的一个亮点。市长，现在我们目前呢哈巴德的这个生态公园还有一撮，还有一撮，哎，还有一撮，哦，这个我们都有去看。好，那我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地方哈都让它产生一个不同的一个景点啊，比如说刚刚的这个勾呆，好，比如说这个三班。啊，这个盖斑斗鱼，啊，这个盖斑斗鱼啊，其实你不用留了太大的那个水质啊，它就可以让它啊来，因为它是斗鱼嘛，它斗鱼的话，它这个这个很好生长，好，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像讲三百号，不是讲一个迄个灰金菇，好，啊，那灰金菇就是萤火虫嘛，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来做？还有。北里溪的生态公园哦，这刚刚有讲过，所以我觉得哈，哦，台湾童谣啊，它的环保密码哦，真的是有时候唱起来哦，听起来哦，它的那个意境哦，真的是蛮不错的哦。那我是希望说，能够重视50年前的这个景致啊，让我们桃园市啊，来成为啊最适合人类啊居住的这个城市啊。我相信啊，那个市长跟局长啊，还有我们各局处啊。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共同的来努力，
那我跟人家讲说我要来咨询这个勾呆哦，啊，大家拢讲啊，你刚好呆嘞吼，啊，我没有关系，大家拢讲我好呆议员哦，我也没关系，我觉得说这个大家共同来做，好，然后呢，让我们整个一个这个环境啊，来为我们这块土地啊，来找寻一个幸福，让我们所有的小孩子们呢、啊，认识啊，什么叫做这个生态环境。市长觉得，好，谢谢小凤议员的咨询哦。那我想发展工业哦，不代表要牺牲环境，也更不代表哈、哦、让过去的生态完全消失。那这些原生的物种，好、哦，包括动物、植物等等哦，那确实在我们这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当中，因为环境污染的关系，有的消失了，有的变少了。那有时候我们在发现哈、哦，觉得哦，小时候的记忆又回来了。对，没错。那我觉得再来得及救的时候要去救。嗯。如果等到全部消失了，濒临绝种了，看不到了，那这个真的很可惜。那根本就是无法找回了啦，哈、哦。对，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哈、哦，我想保育工作确实也是我们这个新的直辖市政府应该要加强的，这一点我会跟农业局来好好的来拟定一个推动的方案。那至少第一个阶段哈、哦，原本我们既有的河流、既有的皮塘，那么可以富裕的，那尽量想办法富裕。对，那至于说那种外来种的进化嘛，外来种的清除的问题哦，这个我们再来研究。好，尤其是放生哈、哦，不应该是用那种破坏原来的生态的放生的物种。好，市长，谢谢啊、哦。那市长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我们八德扩大都市计划，那个你们都坐下来啊、哦。八德扩大都市计划现在目前有好几个空地了啊、哦，一个就是中央大学的预定地，然后一个是这个基武站，还有一个是这个捷运车站，好、哦，还有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行政园区，好、哦，现在都荒废在那里。那我希望说，市长，在目前我们目前还看不到的这个冗长的时间内，因为或许到110年，或许到112年，好，那这5-6年当中呢，是不是能够活化，然后让它做简易公园，或者是说做一个什么比如说锤球场啦，或者是排球啦，什么各类的这个部分，市长你可以规划吗？好，不过我想哈、哦，八德从化区的各项的设施哦，仍然要一件一件把它规划好来推动。嗯，那中央大学的八德校区哦，它是文大用地，对，那其实目前没办法转换做别的用途。那我已经多次跟中央大学商量，那么央大是希望能够配合亚洲矽谷计划，能够设置一个哈、哦、这个所谓的八德园区。那这个园区呢，它希望能够有包括国际学社、包括智慧产业的育成中心，还有外国与人才的这个教育中心。他希望这个校区还是能够使用，是没有错。他未来的规划，那现况能否哈？我再跟他们商量看看。嗯，在这个所谓的亚洲矽谷计划的那个央大八德校区哦，这个案子还没有定案前，有无可能把土地做一个合理的暂时性的使用？那第二个就是您刚讲的那个原本的行政园区的预定地哦，我这块地呢，我们是希望发展成为北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那我请社会局再进行规划。那因为我们在整个八德从化区目前比较缺乏设施，那我看了一下，南区有南青，北区没有北青。那北青用在基林一站的这个附近的话，其实北区各乡镇来都很方便，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这个规划是很好。但是问题是说哈，在还没有开始好，这个我们研究一下，说在还没这些计划还没有实质动工前哈，是否发展简易的这种球场，对，或者是锤球等等哈，这个我们来商量。就整个八德从化区的未开发的土地的部分，至少要找一个地方来让居民要运动有个空间呐、啊。是啊，而且这个中央大学它腹地这么大、啊，然后你整个这样围着，然后里面内部是杂草丛生啊，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对周边的环境不好，第二个又是自然的死角，我觉得这个对八德扩大这边的一个开发哈，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因为其实这个八德从化区哦，当时的公共设施哦，并没有全部完成，所以现在其实是边开发边建设。那捷运绿线的起点在这边，所以我想哈、哦，这个建设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对。但是每个案子如何规划，那么时间表如何，我们会一个一个把它定下来。那其实有的是，有很多市民会觉得说，好像有个构想就明天可以动工。
政府部门没有办法这样做事，即便有构想，仍然必须要完整规划，取得预算，那么才有可能动工。对了，但是问题是，这个土地还是要活化再利用了哈。好，那现在那个什么永丰中学哈，永丰中学上次啊，非常感谢市长哦，那个他的那个射箭场啊，要让它成为一个这个风雨的训练场哈。可是问题是，上次他们提出来是只有300多万哦，可是实质上去看哦，因为它靠近这个铁路边哦，然后它的那个整个一个地基啊，不是非常的稳固哦。那他们学校那边是希望说，这个风雨的这个训练场啊，跟他的那个活动中心能够做一个连接，让这个整个学校让学生们啊都能够可以好再利用了。那市长这个部分呢、啊，我也知道说你在5月6号，对，要去会刊，对，好，所以说拜托市长啊，这个部分呢、啊，是不是说能够先详加的这个好熟悉啊？他这个射箭塔那个射箭的训练场地哦，那确实哈、哦。也需要有一个类似风雨的那个训练场，那要花多少钱，然后哪里位置适当，那其实已经永丰中学永丰高中做完规划了、嗯、那5月6号我再看一次应该就可以定了、啊、还有它的活动中心的整个好修护啊，需要1亿4000多万啊哈，那这个部分也要麻拜托市长啊跟他原来是我们去年有和他们去年申请的应该是防漏工程的哈、嗯，那防漏工程去年已经核定了大概700万，对，那但地方上希望说防漏还不够，希望整个重建。對，那这个我想我5月6号去看的时候顺便看一看。好，那市长就麻烦你了哈。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去那个大南市场了那市场那边让我感觉到我相信市长你也很清楚市场就是内部跟外部，外部这个消费非常的热络，好，然后人群也特别多，那市场的内部呢，反而空空荡荡的。那我查明了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市场它的那个水沟那个几乎已经40-50年了，以前的内底排水沟哈，都没换过，而且呢很臭。好，我是希望说市长。能够安排一个时间呢，我们来去大南市场里面再走一下，它那里面的那个所有的水沟能不能全部通通都换新的，而且要换这个环保沟，好，让它的那个排水出去不会有那个恶臭出来。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那个市场内部它那个雨遮太低，然后它那个雨遮弄安呢，依照公社的时候就是讲哪位破修理哪位。变成了钉钉塔塔但是呢实质上呢它那个雨遮呢没有完全没有一个好的效果，因为那是几楼后它那个火水嘛是赶快滴落来还是滴下来，那滴下来第一个摊贩没有办法这个营业，第二个监视器因为那火水滴落来全部坏掉还有它里面的那个照明灯也是一样，所以说我是希望说市长，这个大南市场内部能不能将它的那个雨遮重新做过，然后加高，然后呢，上面那个雨遮呢，卖球一扎呢，黑的拢乌的，黑的塑胶遐，那也让讲该做这个透明的，好，能够呢上面这样照下来而且白天反而让这个市场更光亮、更明亮。那因为现在年轻人他们不愿意走入传统市场，恶臭、湿气，然后黑黑暗暗。那我觉得整个一个传统市场，对我们周边的百姓来讲也是蛮重要。而且我们要如何让这些摊贩们能够继续的这个在那里营业对他们的收入有帮助。我是希望说，最重要的是要先改善这整个一个市场的环境。好，那大南市场的这个整个一个改善，事实上拜托市长能不能排一个时间，然后去会刊然后而且我看那里面真的有要修复的地方真的是蛮多的。大南市场它大概是一个50年的老旧市场。对。那排水、照明，还有包括刚刚讲的这个雨遮，等等似乎都有必要更新了。那怎么样子更新的过程可以让市场跟这更新计划并存，因为那边
人潮真的很拥挤。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它那个整个一个雨遮改成这样的话，你看它的那一个区块啊，它就明亮多了，而且啊，整个市场都有生气了。因为我看日本的那种市场哈，他们的那个雨遮都做得很好，嗯，那个逛市很多观光客甚至去逛市场，嗯，那排水那个应该是所有老旧市场共同的问题啦，嗯，那个。我们过去好像都只做一些紫滑地砖，嗯，那像排水如果没改善的话，哈，那感觉上那个整个那个湿气还是很重，还有恶臭。那另外就是照明的不足的问题哦，嗯，那我觉得市场也是要明亮大方，嗯，那么该有的照明也是要改善，啊，另外有些市场还有一点通风的问题哦，那设计上也要注意。那我觉得老旧市场哦，目前其实我们确实有必要一个一个去更新。让我们的设施可以现代化。那至于说每一个市场要更新哪些项目哦，我想实际上去看了以后，那么综合大家的意见再来做规划。因为这些工程都属于杂项工程，都是哈，点点滴滴需要设计完成才能够，就要全部都弄好才有可能改头换面的。因为这不是新建新的市场。市长希望说能够尽快安排时间了哈，因为我想。这个市场的不管是自治管理委员会也好，还有一些摊贩哦，他们都希望说市长能够好及早安排时间哦，然后将这个整个大南市场哦来做一个大的改变哈。好，谢谢。好，谢谢小凤议员。好，谢谢，请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陈丽丽议员提出总质询40分，请开始，谢谢。OK 了吗？好，在这里哦，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这个请问一下哦，这个我们那个桃园呢，桃园升市之后啊，它这个公寓大楼非常的多，哦，那在那个芦竹来讲呢，公寓大楼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让那个芦竹过去的这个芦竹乡升市啊，这个人口从7-8万呐，成长到了15万。那这大楼人口几乎占了人口的一半。那在这里呢，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公寓大楼补助办法里面，公寓大楼的补助办法里面，哦，这个补助的这个费用啊，这个过去去年我们前年我们编的预算好像是6000万嘛，那去年我们是有增加，有没有增加？有提高到8000万。8000万哈，好，那这样子，我再请问一下。过去呢，那个公寓大楼如果提出这个需要补助的话，哦，等于是乡公所跟县政府各出一半。可是升市了以后，这样子一个办法有没有调整，还是照旧？跟议员报告，我们有增加补助的项目，因为真的原来是一般性补助跟专案补助。那从今年去年开始有增加，今年还有增加。那我请问你，我们升市以后，我们的市府有没有增加？中央的补助费用有没有？这个都是我们也是有嘛，对不对？而且各乡镇的这个财源全部集中到我们市府了，对不对？是啊，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很多大楼的朋友啊，他想说，哎，我现在来申请补助，怎么过去是各一半的费用，就现在只剩下市府补助。比如说，他补助是4万块，公所呢对等，一共有8万块的补助。那现在已经升格了，资源这么多，而且各乡的费用都到我们的这个市政府来了，反而只有补助4万块。那这样子升市是好还是不好？那市长说过去有的这个规定还是福利都照旧，那这一点就没做到了。这一点你怎么解释啊？我跟议员报告，我们现在的这个补助的方式哈，是除了原来的补助之外，有增加一些比较大额的补助，譬如说这个电梯啊，或者是这个外墙的这个整体的修缮补助。那这些啊，这个金额其实是很大的，这个金额是非常的大，非常大。对，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政府要编那么高的预算来补助？我也不懂，一个电梯大楼是这么的贵，对不对？是，我看你们补助几乎补助一半了嘛，是不是？补助一半。哦，这个补助一半，当然对大楼来讲是非常好。可是过去你们讲的是人口多少啊，然后补助比例才2、4、6，是这样嘛？
结果你跟大楼补助这么多，好，我说那这是市府有增加很多的经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给大家，那这样子很好啊。可是我们这个原来的补助就相对减少了，应该是这样讲，使用者来讲觉得很不好啊。跟议员报告，应该是这样讲，我们现在是选择有需要的补助，譬如说，除了这个电梯，这个是当然是因为要给这个使用上的方便，那另外外墙是安全性。那另外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些有必要的，譬如说一些设施，譬如说无障碍设施啊，这些都能够加惠这一些一般的这个住户。没错。那这个的才能够针对这个需要的需求，你也没这些预算嘛，对不对？过去也没有这么多的中央补助的费用嘛，那现在有了，你这个经费应该比照过去才对啊。你这点也没有让我们知道，结果民众反映啊是这样子的，这可不可以下去考虑一下？好，哦，这个我们可以来研究。好，那我再问，再了解一下哈。这个公寓大楼哈，我想到这个呢，咳咳，为什么会写瓦斯遮断器哦？哦，因为在呢，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103年啊，高雄呢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气爆，在那个105年2月呢，我们那个台南的大地震，所以呢，这个政府对这两件事情呢，都会要求，有关于瓦斯使用上的安全的要求，还有房子建筑的这个防震的要求，哦，这个都很好。那我再看呢，这个2年前啊，您请坐。2年前我有咨询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大楼可不可以增加这个瓦斯遮断器？结果呢，已经回答是研议。2年过去了，研议的结果是什么？报告一座哈。现在在天然气的这个事业法里面呢，它有规定哈，天然气事业营业法章程的范本里面第10条，那它有规定，就是说10层楼以上，现在规定10层楼以上必须要装瓦斯遮断器，如果没有装的话，它就没有办法供气。当然了，当然了，从原始开始。为什么要装遮断器呢？为什么要装遮断器？为什么要装遮断器？就是为了安全。答对了，为了安全。那请问你，10楼、9楼、8楼、7楼的？自求多福了，是不是？这个哈，这个法条它很容易让人家误解。我只知道，我只是要一栋大楼，我只是告诉我们的这个这个处长啊，这个10楼、8楼、9楼，这个之以下的这些大楼，他们现在想要装这个，这个遮断器，就是为了安全的考量。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瓦斯遮断器？这个列入公寓大楼补助的项目，就这样子。这个，可以吗？可以吗？2年前就问过的答案，到现在还在研究吗？还是要问市长？其实，在法条上面，我们可以要求他再把这个法条可以做一个全面性的检讨，因为现在问题在。我现在没有在讲，我现在没有在讲，天然气事业单位的这个规定。对。我只是在讲。10楼以上的人命比较值钱，10楼以下都不要命了，是不是？不用管了，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嘛？也是为了安全嘛。如果说你住在8楼，没有瓦斯遮断器，万一瓦斯有事情的话，你说啊，大早知道装遮断器，这政府实在是。我也希望。所以现在的老百姓啊，他们大楼太多了。为什么只有10楼？所以这一点呢？瓦斯遮断器要多少钱？我请问处长。我所知道300块就可以了。300块就可以啊，这个大楼的瓦斯遮断器一户，不是整栋大楼。好 ，OK， 好，所以说嘛，这个一户一户的，也就是说透天的，他也可以申请啊。可是整栋大楼来讲，他大概要多少钱？谁知道？你办公室也不知道，公务局知不知道？看他的楼层了，不多啊，才只要这样而已啊，才这个费用而已啊。所以说，是不是可以把它列入补助项目？哦，这一点我们请市长你做个参考，好不好？这也算是说给公寓大楼的人一个我想放心的做法。瓦斯遮断器跟火警警报器这一类的设施哦，对消防安全都有帮助了哈。那原来的中央的法规规定10楼以上强制设置，那不代表10楼以下，设置是违法的，并没有这样规定。那另外10楼以下仍然要符合消防法规的规定。哦，不是说10楼以下就不用符合规定，仍然要符合。那至于说瓦斯遮断器是否可以考虑哈，比较全面性的推广，我们请那个消防局跟经发局来研究，以后再跟议员来说明，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全国一致的问题。对呀，这个市长的回答就听得比较像一个答案。谢谢。好，请坐。再来，同样的哦，这个呢，
这个为了尽量的利用都市的土地啊，所以说我们没办法盖很多的透天，所以就很多大楼出来了。所以说呢，政府就希望说能够呢，配合这个环保的政策啊，能够多多的种这些的绿树来绿美化，然后呢把这环保政策来推动。但是呢，很多大楼，在这个种了这个这个乔木啊或是灌木呢，在十年以后啊，这些树也都长得很好看，啊，他每年花费经费来做整理，只是说这个气根呐、啊、都跑到往地下室跑了，所以地下室很多漏水啊。还有呢，这个墙面也龟裂了。你刚刚有提到说墙壁啊怎么样子，这个、哦、我不管建筑商人的施工如何，这个事情在大楼里面也提出来了。啊，那大楼他想要做把这个树木也砍掉太浪费了，哦，所以说干脆把它做移植。那我们请问一下农业局，你们这个树木银行呢？树木银行啊，是不是每一区都有？在龟山哪里？只有龟山一处，它能够容纳多少树木啊？应当是一万棵左右吧。一万棵左右啊，目前是种了多少啊？目前都两三千棵而已。哦，两三千棵啊，好，请坐。那我请问一下，大楼它如果说是、啊、这个树木啊砍掉可惜，它的移植比较好。但是呢，大楼呢为了这个移植啊，都花了十几万这样在做事情。所以我在看啊，我们的这个树木银行的移植经费啊。为什么从102年，你从45万呢，一直降到现在只剩下10万块的边的预算呢？移植一棵树木啊，简单来讲，最少要2万块，你只能够移5棵树而已啊。所以说这一点啊，对大楼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不是呢？也可以呢，那个列入这个公益大楼补助项目，因为他如果需要十几万的话，你要补助2万，他也很开心啊，表示说政府我们配合你的政策，现在我把它移植了，政府有重视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把它列入公益大楼补助项目？否则他们说配合政府政策，到房子呢墙面龟裂啊，地下室渗水啊，这个谁要做啊？那这样子不是正好政府打折了你们的政府的美意了吗？可不可以列为？好，跟业报告、啊、好好，我们会建议以后在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呢，要选择这种比较不会侵害主结构的这一些植物。你怎么设计？另外我没意见，对，只是说这个房子这个树长那么高，发生了这些问题，这是真正的真的很多的问题，我们处理好多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提出来，我们会这个我来说一下好了，就说假设这个社区大楼的这些树木植栽，它是那种乔木型的，或它的树根会影响到它，比如说地下室会渗水漏水，或者是墙面会受到影响，那这个跟安全就有关。我们请都发局研议是否纳入补助的范围，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哦，那个我们的树木银行就是我们的苗圃啊，苗圃如果需要，苗圃它是接受，苗圃的钱是用在苗圃本身的维护管理啦，那不是说补助他们把它载过来。那苗圃本身的维护管理是有一定的经费，不会只有10万块啦，那我们有其他的经费。那这边哦，反而是要鼓励哈，这个我想我请农业局呢，针对苗圃，一边是收，一面是给，好，这两边政策其实平常都可以来申请植栽，那有的也可以移植过来。那这边的鼓励政策呢，我们再请农业局加强，能够让所有的大楼跟市民知道，他可以利用苗圃来调节。其实不只是把树木移过去啊，他想种也可以来申请啊。他想种可以来申请啊，可是现在我只是说他要移植的时候，就想到当初政府的政策，我们配合好高兴。可是现在造成这个困扰的时候，我们愿意移植啊，可不可以列入一些补助的内容？我跟丽议员说，这个刚我请都发局来研议这纳入补助范围。事实上我们对于树木了解太少，没错，所以我们常常发现社区学校种错树了。啊，树木造成了公共设施的损害，那这代表我们以前是没经验的，啊，现在才需要移植，那没关系，遇到了就要面对来解决。那我觉得这一段这个所谓的植栽的优质化，植栽能够跟我们公社配合，这一段请我们都发局来检讨，也纳入我们的补助项目之一，好不好？好，这个不属于共用部分了，所以应该是可行的。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个市长的回答。好，那我再请问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想请问了，那个市长，你有没有玩过溜滑梯啊？那个不是溜滑梯，溜冰啊。有穿过那个轮子的溜冰鞋吗？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溜冰很流行。这样子你觉得那个溜冰的那个地面要不要很滑？
一定要滑才能够溜冰鞋能够走吧。有时候我们拿在外面哈，就骑那个地面啊，起起扣扣的不好玩，对不对？啊，我小时候也玩过啊。但是哈，当你哈不是穿溜冰鞋，而是骑上摩托车的时候啊，在那个地面上滑，那可就不好玩了哈。我现在讲的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呀、啊，安全的问题呀、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污水下水道处理的那个盖板啊，盖板啊，哈。因为我现在看说我们那个，哎呀，这个市容这个路面真的很不平整啊，大家都有共识啊。但是我看到更危险的是我们的复工盖板啊，很不安全呐、啊。为什么哈、啊？你们好，这个我不知道那个我们的局长有没有去看哦？好，就这样就好了。应该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桌面上的一个资料哦。你们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如果说你们桌上的电脑没有的话，那只能看这上面的哦。你看那个复工盖板哦，我们的，我请问交通局哦，你们在弄那个画斑马线，斑马线大概多长？斑马线的长度多长？2米多吧。两米多哦，比我人身高还高哈、哦，还长。那你看这个图上哦，这个盖板哦，这个右边那一块比较模糊不清楚。这个右边那一块呢是铁皮哦，一片一片组合成的。那左边那一块呢是什么？那是水泥块，也是一块块组合成的，哈、哦，组合成的。那我们再看后面的那个这个有一个在前面那一张，对，哦，前面这一张，你看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污水下水道哈、哦、的工程。你看那个右边那个斑马线超过2公尺这么长。你看那个圆板多大一块，有够大块吧？那个哈、哦，下雨天骑车的人会摔死掉哎。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安全的反应说：“哎呦，这个盖，这个复工盖板怎么用那个铁皮呢？虽然上面有一点凹，那个有点凹凸，但是那个的这个让那个摩托车行驶在上面啊，雨天会滑倒，会摔死人。我请问一下，像这样的事情呢，是这个都应该都是污水。”下水道工程在做的，我来说一下原则，再请那个水务局回答哈。那么，这些施工的盖板哈，当然是要友善施工跟安全施工。那么这也有它一定的规范。那不管是水务局，那督导那个日鼎水务公司哦，它的协力厂商，在这个施作广挖工程的时候，必须要把施工盖板哈把它做好。你们看到这个。感觉上是有点太滑了，如果下雨天容易滑倒。感觉本来就是下雨就很滑。公务局哦，公务局要督导哈、哦、各管挖单位哦，如果有施工盖板，仍然哈、哦、是需要看看各我们的施工规范如何。这个施工过程不能草率，要考虑到哈、哦、原来的车流跟这个用路人的友善。那另外交通局哦，针对这一类型的交维计划哈、哦，也是要考虑到，因为我看他那个工作井哦，大部分都是在路口。然后用那个浅盾施工，所以路口容易造成交通的问题，它的交通标志跟这个安全的措施哦，也应该要加强。那目前哦，日鼎水务目前既有的协力厂商，我来看是不及格的，因为我常常要求水务局说哦，哎，我看到哪一段施工做得比较好，哪一段比较不好，显然他们的这个整个协力厂商管理哦有高有低。那我想请我们水务局哦。专案来督导一次，把它现有的目前已经做到那个南坎区了嘛？南坎区现在正在做。市长，我要讲的重点都不是你讲的那个，我只希望说啊，你们这个啊，这个施工单位啊，在这个铁皮盖板上面能够铺了薄薄的一层柏油，然后增加这个哈、啊、车子跟那个摩托车走的时候的一个摩擦力，然后它不会滑倒，这一点可以要求吗？那个我请龚局长，这个比较专业哈、哦。一般施工盖板是怎么处理？可以跟议员说明一下。不好意思，很谢谢你的关心呢。我想这个确实是造成用路的很大困扰。
那我跟你报告一下，因为那个柏油它需要有一定的厚度才吃得上去哦，所以针对这个盖板的部分呢，我们会在表面的粗糙度去加强。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协同这个水务局一起来去做加强改善，这个有相关的规范是可以去改善。那更重要是刚刚市长所说的，要交通耗资的诱导是最重要。它明明那边是比较滑，你不能走过去。那可能更重要，也谢谢易座的提醒哦。将来我们在捷运施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会府内会很重视这点来去改善。好的，我只请问一下，如果发生是公安事情，发生那个行人呐、啊，或是开车驾驶，因为这样子而发生事情。谁负责就好了，市府会负责，市府会负责。 OK， 好，因为有人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定要提出来。好，这就是安全的考量。谢谢。安全做得不够啊，这样子不行。好，请坐啊。再下来接着也是跟安全有关系的哦，你们看看哦，我们这个市长呢，这个很要求啊，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可在交通耗资上面啊，我们看看啊，我不知道我们编的预算给你们，你们是要做什么。两位请坐啊、哦、两位请坐，我们就看图说故事好了啊，看图说故事好了。你们看哦，这个标示牌啊，做这个标示牌，左边的第一个哦，左边的第一个呢，那个呢是我们呢这个芦竹乡这个六福一路的上面的这个上面的标示牌，那个标示牌呢已经掉了一年了，没有人管。那个地方是有名的法夹湾啊，年前还发生过重大的车祸。竟然你们交通管理单位为什么在这方面没有人去管他呢？那个李先明，哎、欸，请问你桌上看得到那个荧幕吗？看得到吗？可以哈，好的，你看啊，然后那个中间的这个啊，这个照片也是哈，通通东倒西歪，没有人管哦。我们再看呢，第三张照片，那个是要照地上的镜子，是不是啊？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呢？如果骑车、开车的人啊，是要看哪里啊？我都不知道哎、欸，为什么编的预算给你们，你们都没有去督导要求呢？我不知道市长看不看得到哦，你看得到吧？你倒面，你倒倒面，敢无迄落吼电脑给你看？有吧？啊、哦、在后面那一张。哦，这些都是显示都是公家管理单位啊，这些标示牌歪斜倒落都没有人在管了、啊、好像无政府状态一样。这后面一张。好，我们再看了、哦、这个标示牌啦，落差啦，也不得管了哈、哦、然后长青苔啦，那水沟都是落叶啊在堵塞，都没有人在管。好，在后面一张。好，我们再看哈、哦，标示牌树枝杂草啊遮盖不清哈、哦、哎，太恐怖了这一张。哎、欸、有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人家常常讲啊，这个啊前面是往上往下啊，你总是要有告诉你的啊，险升坡或险降坡哈、哦、我们就哦看一下哈、哦、最右边这一张哈、哦、最右边这一张的标示牌我真的看不懂，交通局长你告诉我那是什么牌啊？那是什么指示牌？ 你看有没有啦？图面看不清楚、啊、看没嘛，对吧？那个叫做险，这个是哈、哦、险降坡啊。如果你这样子开过去，就用云霄飞车下去的，这样子很安全够吗？不够吧。好、哦，再看了、啊、这个这个什么，中间这一张，这张你可不可以猜猜看，它大概是什么，什么标示啊？不看不到，右转标示嘛，怎么不知道呢？你看马路也会看得懂啊，可是我们看不到。再看最左边这一张。最左边这张哦，你可能只看到一根电线杆了、啊，都看不到什么东西。上面写的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上面写的是啊，减速慢行。所以说啊，这个局长，你觉得有没有需要改进呢、啊？啊，需要改进。好，你再看后面那一个，后面那一张照片。我们看左边这一张好了，这边到底写个什么？只看到南无阿弥陀佛，啊，上面是写什么字啊？啊，像矿屋啊。不知道哎、欸，公务局长你知道吗？你看得懂吗？啊，警察局长、这个、你看得懂吗？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啊？你们都不开车啊？啊，这上面写的是限高4公尺，需不需要标示清楚啊？人家开车的人看那边过不去怎么办呢、啊？
这边没办法挖谷的，这后面全部是山坡，怎么叫他挖谷上去啊？那再看一下最右边这一张，哦，上面写的字，我直接告诉你们好了，易肇事路段严禁超车。好，我请问一下哈，检察局长，啊，如果这边肇事的话怎么办？可不可以怪说这个标示不清，公家要负责，要不要？这个还是路数要修剪？啊？这遮住这个号志牌，这个路数要修剪。这个要修剪。我说如果发生车祸，好，我不要问你，我请问市长好了，如果发生车祸了，公家有没有责任？应该有责任吧？如果交通号志标示不清哈，而造成车祸，当然有责任。是吗？啊，这些都是。不，我刚才有仔细看了一下哈，那个桃二线是从那个南崁到那个林口这边南势谷，走坑子这边哈，有涉及山区的道路哦。那么确实哈，它路树或者是旁边的植栽有可能长得非常茂盛。那请我们的交通局跟公务局，那在养护路平专案的时候，以及交通局在巡查哈号志的时候，特别加强。因为我看这个都是比较属于我们的非，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属于区公所要管的吗？不管区公所或者是我们交通局管理都一样，就是我们针对比较偏乡或者是山区的道路系统的这个号志的那个维护啊，刚刚看的这些图片都是比较靠山区的，所以靠山区啊，特别对，所以要特别来去巡查。有发生过命案哦，好，有发生过哈，人啊骑摩托车啊，人家那个货车呢就超车，结果就是转弯地方看不清楚，结果反正人也不见了就对了。太太在医院里面等着先生送餐去给他吃，等啊等啊等不到，才能赶快叫家人去找，沿路找才知道说就是因为看不那个标示不清啊，车子啊转弯就尾巴扫到这个骑士了啊，他人呢就弹到旁边的水沟去了，而且是山坡啊，真的死得很倒霉。今天看到这个标示图，我觉得事态很严重，我希望我们交通单位这个号志能够做处理，好不好？请我们交通局针对哈山区跟偏远地区的交通号志的实际的情况，如果有损毁就要更新啊，如果被路树遮蔽的话，也要修剪路树哦。这个部分请我们交通局来全面性看，这个不只是我们，不止芦竹啦哈，不止我们这个乡，其他区都有了，好不好？好，请坐。啊，最近呢，啊，请坐。那个高铁，乘坐过高铁的人请举手，好不好？乘坐过高铁，好，请放下。我觉得高铁都很方便了哈，坐在高铁里面也不会听到外面有什么噪音，哦。但是哦，我们发现了，住在高铁旁边的大楼，哇，那个噪音就是真的很受不了。我请问环保局啊，每一次啊，这个大楼啊提出说有噪音啊，啊，希望说政府做一个处理啊，那我们就要找高铁局跟环保局来。哦，你们是不是都要做测量？对。那测量你的经验里面有多少案子是成立的？说高铁局要处理。跟你做报告要看那个地区哈，它是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还是第四类了哦。那要看那测试的时间是在日间、夜间还是晚间，有不同的标准。当然啦，啊，你那个测的噪音的机器我也看过啊，我也知道你是24小时在监测啊，所以我知道啊。可是好像几乎都没有一次成的。哦，那最近呢，我们处理了一件呢，高铁呢，他接受做一个处理。可是我们先把话讲回来，请问市长啊，人讲吼，高铁先起啦，啊，大楼是慢起啦，啊，慢起的大楼，建设公司是不是都要有这种想法，说啊，这旁边有高铁，万一有噪音的话怎么办？那这样噪音发生的话，我们应该找建设公司来处理啊，你盖房子墙壁不够那个。当然，隔音窗也有一个，就是说啊，你要买房子，你就要知道你住在高铁旁边啊，你会吵啊，你不要有噪音又来找我们嘛，是不是这样子？是有一些改善的措施的，比如说大楼自己可以加装这个隔音窗设施。好啊，那加装隔音设备，然后临近的那个地方隔音墙，谁出钱啊？现在就是谁出钱呢？如果今天哈，你们说啊，地震哦，实在造成太大的伤害，我要求建设公司加装防震的措施。那同样子。高铁这么长啊，在我们桃园县境内的这个范围内，将来还有很多的建案的时候，是不是市长，你这边可以跟我们公安局要求一下，建商呢，你在靠近这个高铁盖的这个房子，你室内的这个噪音啊，你要有一个标准。我想哈，我知道那个
高铁设隔音墙或者是大楼设隔音窗哈，最好是在那个建案一开始就已经把它纳入规范，这个比较妥当。那等到房子盖好交屋以后啊，那谁来出钱？所以这个会衍生很多问题。不过为了居民的安全跟安宁，我想哈，我们测试的时候也要从比较怎么讲，我们在那测试的时候不要说哈，那个采取哦，我们要采取保护居民生活安宁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讲、要站在地方的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市长，你这样讲很好，我们再跟你知道一个这个资讯哈。因为我知道卢竹有很几个都交错啊，几个社区都交错。这个建案将来还会继续，但是这个纠纷还会产生，所以市长你请坐。是不是啊？我们环保局啊，我请问你啊，环保这个你们在测试的时候，没有超过几分贝就要那个做处理。跟移作报告就刚有讲，就是说看他测试的时间。超过几分贝？它有不同，比如说那个日间的时候跟夜间的要求就比较严格，还有看地区、啊。你还是没讲出来哈？你说日间多少分贝，夜间多少分贝，我就知道啦。比如说第一类、第二类的部分，它在日间的时候，可能是40，然后夜间的话可能是30，比较严格要求，因为像它可能是医院或者是住或者是那个学校的地区需要特别安宁的，或是保护地区。那如果是住商混合区，那个标准就稍微宽一点，或是工业区标准更宽了，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哈，就70或80这样子。所以啊，这个你们每次去做噪音测试的时候，都说很少说通过的。哦，那多少才算说是不合规定？是不是要超过？他都说啊，没有超过75分贝啊，没有超过70分贝，都这样子讲。那我请问，这个我们公务局长哈，我们舒适的住家环境哦，在日常生活最适合的屋内的环境是几分贝啊？不好意思，在40分贝以下。好，40分贝，因为你们如果有一目都知道答案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哦要求啊？将来如果沿着高铁沿线有建案的时候，你可以请建商哦，他送建来的时候，他要做好那种隔音设备，最简单就是气密窗。但是呢，这个气密窗它隔音的效果，有的是可以减掉10分贝，有的是减掉20、30分贝。你可以要求建商，就是在房子里面的这个噪音呐、一定要在40以下，就这样子。所以说它的隔音窗啊，它就不可以说，哎，我有做隔音窗啊，你还是吵啊。因为我那只有减掉10分贝，政府没有规定我要做多少分贝的隔音窗啊。这一点你们怎么样来规范一下？谢谢议座，我想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我们要去要求。那可是因为法定呢，可能立刻不是能改，但是我们会去要求说，这个部分来去做协调，也牵涉到中央法规的部分，因为毕竟。高铁先盖过去，那这个部分建商可能也有他的想法，所以我想关键就是依着你所说的，就是说我们民众不管是公有建筑或是私有建筑，他都要在这个一定的环境以下才能给他这个有建造去执行，所以方向上是这样子。那你也提到重点，就是说建商可能会该付一些成本，那重点就是将来在检测的时候呢，我们会基于现在有的法定呢来去要求，来去把它执行到说，我们民众呢有一个，即使是在高铁两侧是有个安全舒适环境，但是我想就像刚沈局长所说的，不同的住宅环境、住商混合的环境，它有不同的要求。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跟都发局还有营建署一起来针对法规的部分来去研议。也谢谢你的提醒，我想这个是一个进步的城市应该要考虑的地方。好，谢谢局长你的回答。好，两位局长请坐。这个人民呢、要快生活。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感觉到政府有照顾有关心我们，我想这个就是在大楼林立的情况之下，这一点未来啊还有大建案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不要一直介入调解啊。高铁说啊，我就先盖啊你们后来你们怎么都叫我一直要出钱呢，给这个大楼做这个什么隔音窗，我想我们把这个纠纷哦给它减到最低好不好？哦，你们来要求那个建商做这个改善，你们当然要去研究了哈、但是我希望有好的结果哦。好的，那个我们请问市长，我在那个市政报告里面哈、很少看到这个芦竹乡的这个有关于交通建设准备要做哪一条道路啊？啊，这个芦竹乡呢，这个人口成长快速啊，所以说啊，这个交通啊阻塞是事实。包括您住的那个这个丽池啊，我不知道你是一个礼拜去住几天了哈、那个前面的中山路啊，每次上班都塞车啊，
所以说那个包括这个要上高速公路的很多的路都塞车了，那也有呢要想要往这个台贸去的这个车子哈，那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观察，我们有很多的建议哦，可是呢好像都是做研究。那这个市长，您在这个芦竹乡的这个很多的交通马路啊，我不知道你清楚几条马路啦哈。那在这里呢，我想呢看一下我们的你们桌面的这个就可以看得到了，长荣路哦，长荣路啊，这条路啊，它是40米的道路哦，60几年都市计划就已经有了，可是到现在也没废除掉，那它到底做不做？我想请问一下。好，那个长荣路的部分哈、哦，那个我先请交通局来说明一下，长荣路是否要拓宽为40米？对，我看到你们有像区公所的时候有写建议上来了啊，结果你们到底决定到底要不要做？基本上这个道路如是不是需要拓宽，尤其是既有道路拓宽哈，是由这个按照交通拥挤的程度由市政府来评估。通常如果决定要拓宽，是由公务局来办理拓宽。那交通局的部分是针对新辟道路的部分，啊，所以那既然是在都市计划内，通常按照都市计划道路的宽度去做拓宽。对，他那条路也是呢，长荣路的对面全部都是工厂住家，所以说你们要怎么去推动，我不晓得。但是哦，这个推动也要有计划嘛，可能要征收嘛，啊，可能也要有建设费嘛，对不对？当然政府会考量这个裁员怎么样。那在这里呢，我是希望说这条路赶快拓宽。那我记得哈，两位请坐哈，市长，你前几天去德兴堂，哦，你知道那条路是什么路吗？南山路啊。好，南山路，南山路呢，在20年前的当时的乡长他就很有远见啊，开辟了这条道路。当时的芦竹乡那个都不算什么发展的地方，可是现在大家在讲起哦，芦竹乡的发展。还好那条路有盖哦，那现在要开怎么开啊？哦，所以你那天去德兴堂走的南山路，是20年前一个有远见的乡长他做的一个开这条马路的一个决定。可是呢，在其他的路到现在都没看到。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另外一条马路哈、哦，这个呢是你们看到是八德一路哦，往林口区的。我跟你讲，人口成长快速，大家往中山路往。高速公路走不行，那就往八德一路上高速公路，结果也是塞车，塞车，塞车，你看到了哈，已经会刊5次了哈，这个最后一次会刊是去年的5月，我想请问我们的承办单位是交通局还是公务局，你们到底研究结果是什么啊？不好意思，这个道路确实哦，它会直通从这个高速公路旁边哦，林口这边一下就直通到芦竹的这个市区哦，那目前我们最近一次哦。还有再去办这个会刊，那因为牵扯到跟新北市哦，新北市段也要去配合，因为这个八德一路是从这个林口这个两个交道延伸，整个沿着高速公路下来哦，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再了解这个用地分区哦，依这个都市计划变更的程序来往下推动。在最近一次，就谢谢您的关心哦，最近一次我们在4月1号也有再去办过这个协调会。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协调新北市的部分，一起来把这个道路。那在我们的这个郑市长的任期内，到底可不可以打通啊？可不可以拓宽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市府很重视的，这个把交通拓宽哦，疏解区域交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项，也是民众最期待的部分哦。我想我们会来去做协调。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积极跟新北市去协调。我们希望最快的时间，因为这牵扯到跨县市的协调。我们也有请这个我们的立委一起来去协调，那会在最快时间去把它打通。OK， 现在呢，通通是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到中央一定都是一条心的。我希望这个新北市不是，新北市不是是国民党，可是他一样都是在为老百姓做事嘛，对不对？他这个跨直辖市要协调，当然要协调啊，这就是希望我们市府要努力的地方，好不好？我们再看后面两个照片。这一条我说明一下好了。八德一路拓宽哈，确实，因为它又位在林口保护区，所以我想哈，如果说交通部运研所可行性报告，它审查要很多时间，我们就针对易肇事路段跟瓶颈路段优先来把它处理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案，因为这毕竟是从我们南坎直接走山路到林口，帮大家解决交通问题嘛，好不好？前面那个问题哦，长荣路拓宽哦，如果。议员指的是从长荣路要拓宽到大竹啦，这条所谓的南竹路的
跟南竹路平行的这一条哈，这一条是要放在我们中正北的都市计划里面。哦，中正北有一个新的都市计划，600多公顷。那这包括这一条要让南崁跟这个大竹之间有第二条横向的道路。那这个是在计划当中，不过要等都计确定以后才能够执行。好的，希望我们市长加油啊。好，谢谢。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哦，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南崁人口成长快速，交通阻塞哦。这个莲福街啊，这边呢，旁边呢，莲福街就是每天交通塞。我们再看后面一张图，啊，这就是莲福街在右边，那左边呢，我圈起来呢，这叫做西康路。经过多年的努力呢，它已经由绿带，变成道路用地了。啊，这条路呢？有1/3都已经容积移转了，只剩下1/3一点点。Okay. 那我刚刚讲到，你们要征收费用，你们要建设费用，那只剩下一点点的要征收费用，你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列入考虑啊？把这条路给它拓宽，整个的让我们的交通能够舒畅。这个就是西康路，好不好？这一条如果哈，我们用容移哈取得道路用地到达一个比例哦，那如果后续的工程、后续的那个征收经费不多的话。那我们优先开发，不过这每一段要先容移到一个程度哦。我想还是让公务局去了解一下这一条西康路到底容移了多少。好的，是我们这个谢谢市长，这个做事情就是要有效率啊，不要像以前一样看了好多次没有结果。再看后面那一张，后面那一张我们有讲过欧丰街，你再往后面那一张，欧丰街我给你圈起来这个范围呢，在我们的都市计划里面，它也是要都市计划道路。市长刚才讲得很好哦，需要征收费用的啊，没有预算你也做不得。那如果说是有不用征收了，那你要不要做？这一条框起来的路就是欧丰街，前面全部是住宅区，这叫做死路一条啊。那你这个圈起来这条路呢，全部都是容积移转了，不用你花征收费用了，你要不要先做？那个、要不要先考虑？这一条在去年哈、哦。座谈会的时候有提出来，那当时哈是说还没容移，那如果说已经全部容移了，我们就做。好，谢谢市长啊。要全部容移哦，因为我当时他们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是说都未容移，希望因为这个社区呢，我查过了，查过了 ，OK 了。好多。好，谢谢，时间到，请坐。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三位议员充分发言哈，啊，请市政府各单位要注重。那今天会议到此结束，请大家到餐厅用餐，散会。